大家好，我是林季怡。大家可能好奇，季怡老师在教技术的时候都在教哪一些美容技术呢？那今天就来拍这段影片，让大家明白季怡老师在教技术的时候，除了无痛清粉刺之外，还教了些什么样的技术内容？那让我们看下去吧。是的，我们除了无痛清粉刺、皮肤结构理论，以及无痛早针，还有我们最新的美肤疗程，这些我们都有教。然后另外我们还有就是提供保养品学习。那如果你对美容有兴趣，想学不一样的美容技术，欢迎跟我联络，也欢迎来当我的学生哦。谢谢。